食衣住行当中，食放在第一位吧，哈。那贵校呢，这个又有这样的一个专业，那同时运动员的这个饮食哦也是相当重要。那在这个各项的课程当中啊，饮食啊，这个餐饮啊，或者是这个饮料哦，这个烘焙餐点等等，贵校都是在我们国内的翘楚哦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作自然而然是这个最理所当然啊，最理所当然。那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最好的这个协助啊，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感谢。好，谢谢。